是台湾的碰糖。碰糖。碰糖。嗯，跟韩国的味道有一点点不一样。근데한국보다훨씬맛있네한국은잉잉的嘛어잉잉이잖아네이게되게맛있다어大家好我是韩国导游安阳我是大家还记得吗我是大家的韩国导游钟信第三天的台南也是吃的开始哦开始今天台南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嘛哇时间很快今天是周末嘛礼拜天好像有很多很多活动제발그것좀안하면안돼乌龙面锅烧意面这是卖面的地方对加铺好的那些泡面然后加自己的料做的新的拉面와이건그냥무조건맛있겠네이라면은편의점에서우리가흔히볼수있는그런보통라면이야동일로짜면그럼제가한번먹어볼까요这种是一定要煮일반동일면보다맛있어국물한번먹어볼까아진짜 어맛있어어맛있어뭐야너뽑기야아닌데뽑기아달구나달구나근데조금한국의颜色有一点不一样是吧要换慢慢慢慢慢慢我也要你也要还好不怕安全的好手热左手交换手热的话不热手左手交换是什么意思手热的话左右手交换圈圈慢慢圈圈不要快不要急四分半钟四分半钟四分半钟五分五分钟十分呢十分呢半钟一个五分钟已经哦这个可以吗老板你的是失败了我都变黑色了呢龙子到最吃蛋的时候我们会关火就是会沾点小苏打粉收档哈然后猪的感觉是垂直的快速同方向同方向弯位同方向不要左三右三就会失败的关火你要同手来快点快点拿起巴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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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快速对快速快速快速转到中间来中间大圈中间中间一直重复一直 repeat 对对对对对对哒哒哒哒小小小哦哦哦哦合作了慢停拉高拿着慢慢提升不要断掉慢慢拉起来哇断掉断掉慢慢拉会更大更漂亮哇面包成功了成功一半一半还有个动作还有个还有个动作把空气打进去空气打进去拉高慢慢提升慢慢拖它慢慢带着它更漂亮哇哇哇大但是它黏住拿不起来掉手来捏紧不动漂亮不要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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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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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你也一样啊黏住加热通不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融脆一下哇好像面包无糖咖啡非常好吃的啊哇这是台湾的碰糖碰糖碰糖嗯跟韩国的味道有一点点不一样근韩国보다훨씬맛있네韩国是硬硬的嘛어硬硬이잖아네이게되게맛있다어好像棉花糖一样嗯맛있다맞아是红面大家好我是钟信他又来了我是现在去台南的孔庙孔庙孔庙对哦台南很热这里是夏天志燕嗯这里是孔庙嗯자孔庙왔으니까孔庙는어느나라살아孔子姐姐孔子是哪国人因为姐姐我们一开始带团的时候就台湾客人问我们孔子是哪国人然后我觉得哎
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问我？然后结果台湾的媒体就介绍韩国人说孔子是韩国人，对，然后觉得哎，韩国人200%都不会觉得孔子是韩国人。对，哦对，因为我们学校的课本，小学还是国中，那个时候都有课本有学习。是什么意思？万事师表，万事如意的意思吗？不是。呀！面点，台南是用蒸的，你们去彰化吃的那个是炸的。啊。这个叫什么？八龟。霸王。내가태어나서한번도먹어본적없는거죠근데약간떡볶이맛나지않아떡볶이나만느낌인가아맵지않은떡볶이맛어나下一个是吃栗栗水果吗Yeah. 어栗栗红庙一定要吃吧这两间是必吃，必吃的。一个。啊，这样选的，你选吧。나는我们现在在哪里？台南栗栗水果红庙前面的栗栗水果，我继续吃一下刚才做的红糖。한국사람들여기오면꼭먹어봐야되는게여기야왜봐어맛있어내가어제살뺀다그러지않았어나我芒果开始纯吃糖哦吼你们的我帮你柚子对哇哦可以吧我帮你们点一个综合水果综合水果布丁牛奶冰哦名字好长一个人住不可以买这么大的西瓜哦그리고편의점가면은조금조금손질돼서있는거는비싸它这边也有一种是综合水果一盘哦那你就可以什么水果都知道了근데이렇게다잘라주고하면은과연맨날먹지时间真的很快对呀就三天的台南旅游这样结束너무배불러아나좀뛰고싶어那你跑步到台北就好了我是坐高铁吧가자나이거凤梨酥하나먹어보자你不是刚才说很饱吗아이거여기터찬이잖아120원근데凤梨酥里面好像只有两三颗是120台币对的吗짠안에몇개있나한번봐봐싼거里面싼거어里面싼거120台币的话이거多少40台币어나지금1600원이야1600원조금씩먹어조금씩맛있어先吃어때맛이그냥凤梨酥맛이야아没有什么特别好吃哦그냥凤梨酥딱凤梨맛있어好我们台南的影片就到这里喽哇真的台南旅游结束啦大家时间真的很快对啊台南여행을했잖아뭐지금딱그냥생각나는거这是昨天晚上吃的台菜아푸딩이나진짜맛있어어푸딩很好吃와푸딩푸딩买了창고인데나무가막있는창고있잖아아那个树屋那边아나는그게진짜너무那边也너무좋았어我们下次再来台南吧아근데샹젠니더파셔티는한군데도못갔네그렇네本来是我想去샹젠니더파셔티因为我们还会有下次嘛下次我们再来台南玩好大家如果还没去过台南的话一定要去看看值得来来的时候带空空的肚子然后带薄薄的钱包就好厚厚的钱包吧薄薄是什么意思没钱的意思啊丢脸
好，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安妞，我们要回台北咯，安妞。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